卢台长，你好，你好啊，向你向卢台长请安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师父，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要师父来背。啊，呵呵，师父听到吗？听到听到，讲吧讲吧。啊，麻烦师父，请看一位男生，88年属龙的，是我的弟弟。88年属龙的是吧？啊，是我弟弟。嗯，想看什么？啊，看他的身体状况和他的精神疾病。那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在他的脑子上还有灵性。是是。他经常晚上不睡觉。嗯。对对对。然后呢，啊，有时候怕见人，话都不讲，闷在房间里；有时候嘛，自己跟自己讲讲话，笑笑。对对，完全正确。啊，还有他的肠胃也不好。啊，是是。啊，我告诉你，还有了，他的走路的样子稍微有点怪怪的。嗯。啊，最近是这样。最近。啊、我告诉你，他现在被灵性弄得蛮厉害的。你们现在赶紧许愿，给他小房子多一点。我们已经跟他许，我跟我先生。一起跟他许了800张给他的邀请者。800张啊？我们已经许愿了，800张。嗯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念着。啊！啊，赶快给他，他这个灵性要的蛮急的。好，赶快，好好好。啊、那个。这个跟这个跟你这个弟弟啊，过去啊，他为什么会脑子这次有问题？他是过去他是在水海上工作的，他曾经把一个船弄翻过。过去前世。啊，前世前世，嗯。前世把船弄翻。弄翻的，所以有很多人死在他手上，那些都是冤魂在搞他，嗯。知道知道，所以他这个人很怕水的，应该，嗯。啊，对对对，他冲凉的时候很怕水。啊，怕水。他冲凉都不敢怎么冲凉的。对呀、啊，连冲凉的水他都怕，何况海里的水呢？他就是过去因为水有让他受伤过，所以他就怕得不得了。现在主要是他念的小房子，主要是还他来人家问他要那种要命的那种野鬼啊，所以要叫他给啊。哦、听得懂吗？嗯。啊，听得懂，听得懂。嗯。啊，这样啊，师傅啊，我们我和我先生一起为他念这个小房子，请问我们念的小房子的质量如何？小房子质量还蛮好的，可以啊，嗯。蛮好啊。啊，可以。好。现在就是要到一定的数量，它才会好。嗯。到一定的数量啊，好好好，我们会努力的。啊，好吗？嗯。师傅，这样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吗？放生呀，放生啊。放生，好，我们每个月都有帮弟弟放生。啊，放生，还有要给他吃一点，给他吃一点点这个那个丹参片。丹参片。他这个人很容易头脑疲倦，明白吗？就是很容易昏睡，对对对，昏睡，喜欢睡觉。啊、嗯、啊，哦，是累啊，疲倦啊。啊，疲倦，明白了吗？好好，嗯嗯，啊，有，是、啊。好了。嗯。还有就是叫他好好念心经。因为他自己，嗯，他还不会念经，他不会念经，他就好得慢。如果他自己会念经，他就好得快，听得懂吗？啊，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嗯，因为师傅，我妈妈现在她也是有念经了。啊，好好念经啊。她也是有念经了。嗯，好吗？她就念给她她的打胎的孩子。对啊。好吗？好了，一个只能看一个，还有一个只能看看有没有灵性啊，只能看看这个。嗯。好好好。好吧。
这样啊，师傅，我们念我们念经的小房子都有收到吗？收到的。我和我先生一起念的。收到，都有收到哈。收到啊。有哈。啊。嗯。收到的，好啦。收到了，好、嗯、好，感恩感恩。嗯，好啦好啦，嗯。啊，请师傅帮我看一下我妈妈有没有灵性，她是49年属牛的。啊，有啊有啊，嗯。有啊。哎，你妈妈过去不知道在农村，也不知道在哪里，反正有一个动物在她身上，那个脸像马，又像马、嗯、又像什么的，像羊啊像牛一样的眼睛。两边的，嗯，哦，是，这样我们需要弄小房子给妈妈。给呀、啊、给呀、啊，赶快给呀、啊，36张，嗯。36张。嗯。好了。哦，好，36张，好。好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不能再讲。师傅，不能再讲了。请问一下，我的弟弟他因为他现在他最近也是。有一点好转了啦，我们只要再继续努力念经给他，他就会改变是吗？那当然了，不改变你念干嘛？哎，废话。好，好好修了，好了。